用力的表现，整个方块飞速获得高分吗？到底这个舞蹈是老师选你出来跟小蛮对跳，还是你自己用了心机把其他五个排掉，然后你自己？哎呦，好好讲，我觉得问他不准，应该问他的队友。哎呦，我加了，加了，拿麦克风，拿麦克风，快，我需要目击证人，快点。没有啦，其实是没错，他不是老师。然后嘞？没有，就没有啦，因为他是我们五个里面就是跳，六个里面跳最好的。男生，对。那如果你跟他配嘞，配不起来吗？也不错。有试过吗？没有了，因为可能我太娘了。哎呦，那这个我欣赏啊！我要说，这个我欣赏很多次啊！我有话直说的。对啊，我挡不住我那种第一印象。那我坐在椅子上的动作啊，是他教我的，因为我太 man 了。然后他一开始有编一个动作是这样。哇，哎呀，擦香水，但我做不到。那就教我，加乐，来一个。对，哦耶，比你上，比你很不想的。喂，你动作比较僵硬哦。好了啦，我先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啦。我们好好选一个偶像团体，对啊，都选不完的感觉，各种类型都有，真受不了。小松老师的分数，请给分。九分，在 Andy 哥给的分数是8分，龙哥、黑人哥也是8分，大林老师给的分数是9分。问一下，小松老师，你里面9分有几分是给男子汉的？几分给男子汉了？对，应该有8分是给男子汉。哇！其实刚刚我为什么要特别问，就是这样，就是不问不知道，问了才知道。没错，比如说加乐的部分，他是有默默去贡献的，嗯，他有发挥一些创意指点在小蛮身上，然后让他跟 Billy 可以搭配，对，做得非常好。对，当然这个 Billy 他表现得很好，虽然你花了心机动了巧思，但是还是为团体好，争取，但是要做得到，对，才会加分嘛。对，那但是你做得非常好。把其他五个人都照顾到没有什么表现，然后让自己表现多一点，这也是一种。我实在听不出包还是扁的。这样，你的意思说他也许会过关，但是会接受司法审判，对不对？就是说牺牲别人完成大我，对不对？但是这是就是舞台要的精神，这就是你要做得到，让大家看到那个精彩。幸福，没错没错。那你要请其他人吃饭。没错没错，因为至少好看嘛。对对对，好不好？表现得相当的不错哦。好，分数是34分。耶！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努力。讲一下感想吧。好，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影整啊，各位。有影整。其实我们这组大家都跳得很，就是都还不错，都算会跳。就算原本舞蹈底子没有很厉害，但是他们也很努力。然后也谢谢嘉乐，然后谢谢。对，那个有没有太 sexy？ 然后一峰、博德跟郑宪，还有玉洁，对。他们真的非常努力，然后都练到凌晨，然后感情也都非常的好，然后对。我觉得他们这一组是很棒的一组，而且大家都很努力哦。高分过关耶！第五组成员，他们又将会带来什么精彩的表演呢？好了，这一组呢，可以说呢，现在已经有一些小粉丝喜欢了。没错，对，因为康明顺的部分。对，哎呦，康明顺的粉丝有吗？好哦，蛮多的，有6个啊、哦。相当的多哦，不要这样，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得意哈。对，好不好？要好好表现。到底他们跟谁配合了？我们看一下比赛。请看，哇！让我们欢迎妹妹，耶！欢迎。还有，哦，好妹妹，好瘦哦，好瘦。大家好。好正，好正的，这走日系，日系，而且妹妹从我一开始认识她，现在。瘦很多，而且越变越漂亮。而且妹妹是这个里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个。有刘颖来了，你每个都最喜欢。我刚录那一段你在的吗？我在那边，你好像也是小蛮。小蛮在那边。哦，小蛮在那边哦。选一个，你花心，选一个。被发现了，被俩包怎么办？两个都 OK 啦。那对方家长还在瞪我，你看。很严肃哎。你这种举动我看多了，真的。快，我跟你说。
每一个都爱，每一个都想好好保护，对，都喜欢，都像自己的妹妹一样。对，对你不要一副那个圣祖鲁的眼神看着我，没有什么情感纠葛。哎，不过特别要介绍妹妹，来来来，她如果以打棒球来形容，打棒球，她就是棒球队里面的第四棒。哦 ，DH 指定打，没有中心打者。对，如果以篮球来讲，它重要性。就像禁区的欧尼尔一样，哎呦，好像有点怪怪的。我的重要性啊，重要性，并不是说他是体位是，对，他是 Kobe Bryant， Kobe Bryant， 好不好？轻巧了，潇洒的，对，但是就是吉吉，我们有比赛的时候，他永远都是前面几名。哎，那前面糖果不是也都前面？糖果算是学妹，他们就是余亮，不同界，对不对？余亮情节，何生亮一起加油，这么严重？他们曾经，哎，他们曾经为了这大打出手，真的假的？啊，我是不是说太多了？妹妹就被打瘦的，哇，好精彩哦！我看到他要烧他头发，头发才变金色。我比较想录，我比较想录这一段。乱讲。好了，那个那，哎，那个自己爸爸啦，都喜欢乱讲。对啊。没有，他真的很优秀，所以今天这四个，我想看到跟妹妹这样搭配的话，他们自己会害怕。嗯，没有。这组成员搭配上黑社会午后妹妹，他们这一组在练习时的状况会是如何呢？这组在练习时状况良好，妹妹与成员们都将舞步很快熟悉，但没想到老师竟决定。演唱会舞台哦，有像的哦，有像的，很有那个巨星的感觉，有巨星的架势啊。来，我们现在呢看一下这个，首先先来小松老师啊。可惜哦，怎么样？什么好可惜？怎么了？怎么了？太短了吗？不是那个诗燕，你的脚是怎么了？怎么会去把那个麦克风给踢倒了？诗燕，不小心的，不小心啊。对，其实。它虽然是个道具啊，你没有用到，但实际上在舞台上其实就怕有这种叫做错误，对对，因为它在整个舞台的画面的感觉就是有个东西就被你踢倒了，那可能就会显现你好像是跳错也好，或者是走位走错了，嗯啊，那是蛮可惜，因为尤其
越到后面都快结束了，就是不情绪就断掉了，差一步就是完美的表演。对，那当然这个也可想而知，就是说，其实你站在舞台上，其实我们讲要专心，你不能因为过于蛮力啊。很多人在舞台上就是要很用力去表现，对对。可是眼神说实在要有余光去注视到周边，要跟大家配合一下。对，所以刚才那个真的就差一点，差一点，可惜可惜，这叫做瑕疵啦。对对对，我先来看一下分数，对对对，分数会反映一切了，好不好？对对对，来，我们看一下分数。小松老师给的分数8分 ，Andy 哥给的分数是8分，黑人哥给的分数是8分，大军老师给的分数是7分。那我有事要来问一下了啊，啊，这现在总分是31分，31分。大军老师为什么给7分？因为我觉得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跳，嗯嗯嗯，那他们动作其实不复杂，都是那个氛围，嗯，但是在他们跳那种带动跟放松的感觉的时候，大家其实真的身体都放松掉了，所以变你每一个踩脚你的力量都是沉下去的，那你少了一个气去把你 hold 住，你是很轻飘飘的。可以示范一下吗？我们大概懂那个感觉。哇，那就刚刚那首歌啦，示范两种 OK， 他们的，你先，wow， 先示范对的，示范他们的，他们的错的，先示范错误的。好，这是不对的，那对的呢 ？6, 7, 8。这都是太放松的感觉，太放松了，不要控制。哇哦！那跟麦的互动呢？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我懂了啦，你懂了是不是？就是说放松呢，但是不能松散。嗯，可是我刚好看到两个男人在夜店邂逅的感觉，这正常吗？而且是不是那种夜店？哦。喂，哪有那么激情啊？对，获得31分的第五组，表演完有什么感想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组跟别人不一样，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内心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是要负责用欢乐气氛感染给大家。对对对，最难的就是这种。要靠气氛，而且没有，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条有点难，就是像刚刚大军老师说，我们要很轻松，但是很轻松跟很认真这中间要去拿捏，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拿捏到一线之隔，一线之隔啦，好好啦，我觉得我们还完成了这个表演，耶，谢谢妹妹，谢谢妹妹，谢谢男子汉们，我们成功，耶，谢谢妹妹。第6组与他们配合的女艺人，能够带领他们获得胜利吗？好了，我们这一组呢，哎，六组了，到底谁跟他们搭配呢？来看看 VCR， 我们还有谁呢？最后一位的话，应该是最性感的，最性感的，让我们欢迎黑社会的扛把子大牙。耶！王牌都上阵，不得了！我跟你压轴，在所有的女孩里面。我最看好主持的就是他了，是吗？你刚刚明明 Open 讲不是说他吗？哎，这讲过对。对，刚刚有讲过。你也在吗？对，我也在。哦、你也在，我也在。哦，对对对，啊、哦，对，还不错啊，对，很厉害哦。对，他的主持的风格，对，开朗嘛，大方，对不对？对。那你跳舞 OK 吗？哦，欧弟哥，我要讲一下，怎么样？他的国标数一数二的好。哦、他之前还有参加国际标准舞比赛哦，怎么可能？真的这么厉害？很厉害，非常厉害。那所以你跟彤彤的话，彤彤她比较厉害，但我们有余量情节、哦。你们又有余量情节、啊？我们也有这个部分的问题。没有，就是他真的差我一点。哦、哎呀！没有，男子汉们看到没有？就是要这种感觉，互相對其实是互相称赞，但是又互相比较，非常好，对不对？与性感美眉但作风又很强硬的大牙合作，第六组与他练习时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阿红老师为这组编了一个舞蹈的情境剧，让大牙可以充分发挥，而梦圆也将展现舞蹈外的长才。其实还蛮让我惊讶，因为第一次练舞的时候整个是哩哩啦啦，然后老师又想整死他们，编得超难的舞，然后尤其是站在后排的两个男生跳得相当的吃力，而且因为我们是在过年之前
跳了一次，然后中间就休息，就是大家都去过年了。然后我就很担心过完年回来会不会全部的人都忘记动作，然后又要重新来过。结果他们真的很认真哎，我今天来的时候他们全部都记得动作，而且老师就也没有复习，就直接继续往下教，而且上课就只有两次。然后今天主要是排我跟梦圆中间 solo 的那一段，我觉得我对他还蛮刮目相看，他有抓到那个感觉，而且学舞啊记动作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那我希望他们就是好好加油，因为毕竟每个人都很认真，我希望这一次的演出可以帮到他们，然后让所有的观众朋友更记得上每一次的表演，每一次认真的态度，加油。那滴眼泪是什么意思？对，不一定乐嘛，有故事的，每个人情绪都还不错哦。我们来看一下评审老师怎么讲。哎，你哥，对，其实啊，这一次他们做这个，老实讲，就是以黑社会来说，每一个人都有发挥他们每一个人的特长，所以像大雅的部分，其实在这一次的表演，我其实没有让他变成是真的要跳很多的东西，但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转变，也就是让别人看到大雅在这个舞里面的成长跟改变。那对于男子汉来讲，我认为这也是他们新的挑战，因为往常我们都是跳很厉害很激烈的比较欢乐的舞蹈，或者是比较寒风的。那这一次特别老师设计这样子的表演性质的东西，也是因为老实讲有感而发，也是听到了那个大军老师之前在成果发表会他编的一首歌，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让他们创造一些价值。但是我要嘉许就是何梦圆，因为之前大我也讲练舞的时候，就是大人的时候去我去看他，然后他练完之后，然后大概已经差不多，而且我前面才看老师在编前面的几个八拍，到后来大家出来的时候问他说，哎，你们怎么 solo 已经好了？就是刚大家看到的两个人互动，大家就回了我一句话说，那个男的很厉害哦，哇，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不会让大家觉得，因为其实当初我想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很害怕，我很怕第一是拖累黑社会这些已经经历就是挑战很多的，你知道吗？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我很怕女生把男生吃掉。对，所以我一直跟这些男子汉强调说，不管你是站在旁边或者是你站在后面，只要你有机会走动，当镜头拍到你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拿出男子汉的气势，表现相当不错。我看一下分数。对，没有错。小松老师给的分数是九分，哇哦 ，nice！ Andy 哥给的分数是九分，黑人哥给的分数是八分，哎呀，最后一位大军老师给的分数是八分，所以他表现很好。对，欧弟哥，我还想要讲就是，哎，怎么了？凤泽他
早上来的时候他出车祸被撞。为什么我们男子汉都会被撞？为什么？然后他来，他是很不好。早上来练，他又说我怕擦撞，我打给他说我在处理中。然后来的时候他就脚一跛一跛，我说哇你这样还可以跳吗？然后他就说我这样痛可以更进入情绪这样。我欣赏你这种态度，掌声一下。真的，因为我以前讲过，很多艺人很习惯在表演前说啊，我今天感冒，我今天状态不好，再来表演。错了，你要表演完之后再讲这个才加分嘛。对，而且你看人家脚痛还跳完，你是撞到什么？哦，我是被汽车撞左脚。被汽车撞左脚？你是钢铁人啊？没有，我现在都是用右脚在震。哈，那、啊、你还没去医院吗？还没有。我的天哪，你要不要赶快去？你先去吧。等一下应该会去。今天的表现我很满意，然后辛苦了，辛苦了，谢谢。你的脚要赶快去看医生，这样会很担心。大院真的很感谢大家，因为一开始其实听到就是我们四爷就听到跟大家都有吓到，其实还蛮对，因为听说蛮凶的，很开心，但是听说很凶，大家真的私底下还蛮冷漠的，冷漠，冷漠，真的没有。其实觉得他是冷冷，但内心真的很热情，这样，但真的很谢谢他，我觉得谢谢他教蛮多。在六组表演结束后，评审进入小房间中讨论每位男子汉这次的表现状况，究竟谁能够进入最终二十强呢？到了最后的时刻，没错，现在呢我们要公布了今天的最高分数的冠军有两组，没错，大雅组跟小蛮组，恭喜！三月圆福袋，好，在我们的后面来看一下，看一下，哇，这相当的精美。对，廖仁帅应该是大手笔，没错，真的真的大棒 sponsor， 所以他们两组呢可以平分这个奖品。对，那今天呢有这么精彩的表现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黑社会的 girl， 谢谢你们。Yeah. 第一组谁能够进入二十强呢？那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下二十强入围的有，第一组里面有谁？第一位，第一位，哇，好紧张哦，好紧张哦，究竟是谁呢？恭喜江嘉尔入围，初恋，来初恋。接下来大家期待第二位，看 VCR， 第二位是谁呢？哇哇哇哇哇哇！李博，李博，李博，成功了，一波二十强，做到，做到了。接下来会有第三位吗？请看 VCR， 就近。接下来两个很紧张啊，对，接下来其实第一组就只有三位啊，所以接下来这两位没有进入二十强。 对，我们请小松老师来讲一下为什么最后两位没有入选呢？其实到这个关卡就像你们未来会碰到的一个状况，比如是当兵的状况，在过去这叫做基础训练，基础训练要提升的就是个人学习能力，可能是外在气质的修饰，也可能是内在才艺的学习，这个部分再去加强。在每次淘汰赛排练的时候，就是尽全力这样，然后因为我是个不喜欢输的人，尤其现在就是要选二十强的晋级名单，大家感情都很好。想谢谢我的这一组的团员，因为我是比较不会跳舞，然后他们真的都是一个一个教我，这样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教我，然后很舍不得大家。第二组谁能够进入最终二十强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有谁入选呢？第一位，第一位廖佑君，廖佑君，恭喜！接下来第二位入选的有，恭喜黄圣杰。接下来紧
张了。你看现在已经有两个了，没错，对啊，到底还有没有呢？会不会有第三个？没错，来看一下。恭喜姚轩哦，在这个舞蹈上面是表现得非常好，没错，对，那现在这个人气也蛮旺的、啊、嗯，那第二组呢，我们要请 Andy 哥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没有入选。今天入选的三位对我而言都是比较有独树一格自己的个性的，你的东西一直默默藏在我们已经录了十来集了，然后一直都是比较属于一个比较低迷的状况，就是没有办法很凸显的被看见。那几位评审老师大家一起讨论之后觉得说怎么样才可以快速的可能让你可以很清楚知道说你自己知道的盲点跟缺点在哪里，所以今天张俊宇没有入选。对啊，相当的可惜啊。我们问一下他的感觉。就是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刚开始真的是跟制作单位还有就是男子汉们都想法就是我们要有个梦想然后往前冲，那说实在讲不难过也是不可能的，那但是还是就是很感谢所有人，所有粉丝，所有观众以及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那我想我都可以表现自己，或许我在这边就是还没有到非常的厉害，那也很庆幸有跟这么厉害的男子汉们互相的交流，然后也很想跟我妈说一句话，哎妈，我终于被淘汰了，我可以陪你去逛街了，就是我妈很希望说我赶快被淘汰，然后陪她去逛大圆柏，对，然后就对不起，但我特别感谢一位网友，他说我是一个有梦想的小孩，然后希望我早点成功，那我相信可能这个男子汉的磨练会让我更加的茁壮，对，谢谢大家，谢谢。至于我觉得至于他很好的一点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正面思考的小孩，对对对对，那今天呢虽然这个不幸被淘汰，但是我相信你这个正面能量呢会带着你呢到你自己觉得成功的地方是没有错的，好，加油，我们大家给他温暖掌声，加油加油，男子汉。第三组中谁会在二十强止步呢？接下来到第三组，对，入选的有，请看 VCR， 第一位是恭喜杨，恭喜浩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右凯，右凯，今天哦，应该是跟彤彤一起跳的时候加了很多，被注意到了，对对对对，完全把风格的展现出来，嗯，没错，很好很好，好，我们来看看这一组有没有第三位，第三位是国权，恭喜国权，国权，哦，其实这一组入选的就只有三位，那我们请评审老师来讲评一下。其实你的表现呢没有很差，但是在多人的竞技之下呢，一定是有人些微的比你好一些些，所以他可能入选。但也要跟你说，因为你很年轻，人生的道路很多条，不要执着于在于自己以为看到那一条唯一的那个路啊。这一次虽然你可能落选了，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但实质上你要可以把它幻化成另外一种力量，就是人生多体验，让你更知道人生当中总是会有遇到险恶的场景，那就给你一些鼓励，再加油，寻找更大的舞台，往前拼命的用力往前走啊！谢谢谢谢谢谢小张老师，我们现在看到现场呢有人落泪了，有一位前辈呢哭得很厉害，大雅，他这个冷面杀手竟然哭了。没有想到以前淘汰赛的时候也是这么显示，所以我其实很讨厌淘汰赛，可是人生就是这样，总是会有人跑得比较前面，有些人比较后面，虽然说努力一定会有成果，可是那成果还是有大有小，然后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继续加油，不要放弃。是的，其实演艺圈呢，它是一段非常崎岖、非常危险的一个道路。但是如果你不走，你就永远进不了这个圈子。对。但是你至少走了，你试过了，我们就觉得你是个勇者。现在这位勇者，告诉我你的心情。你试了，你很努力，我们都看到了。
谢谢大家。说出来吧，这段对吧？想说的话就把它说出来吧。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边，然后其实我年纪比较大，然后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去完成这个梦想，可是我知道不管结果如何，我很感谢一路以来陪我走过的所有人，没有他们在背后的鼓励我支持我，我真的没有办法这么勇敢的走下去。谢谢大家，钟声加油加油，梦想没有消失好不好？表现优异的第四组谁会被淘汰呢？接下来是第四组在台上，我们看看入选的有第一位，恭喜郑宪！哇，郑宪意思是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他是最韩系的，对，然后就很像那种韩国男子 ，vocal 有他自己特色的一位就男子汉，唱的也不错，然后呢，在舞技方面一直在慢慢进步，对，我们很看好他，我们来看下一位。恭喜博德，博德。然后博德也很努力啊，对，他歌声也是不赖，对，拼命的少年哦，对，他也是一个不会跳舞，到现在就是舞技还在慢慢进步的。现在不管会不会跳舞，那个个人释放魅力的部分特色有了，好，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恭喜玉洁，玉洁，来，玉洁，往右边。往右边站一下，谢谢，恭喜恭喜，希望未来继续加油哦。玉洁哦，也是越来越有型哦。来来来，我们看下一位。恭喜博宇，博宇啊，博宇就不用讲了，对，他舞蹈方面非常厉害，用尽心机让自己表现，对，这是小松老师讲的，对对，当时这个相当成功，对。那第四组呢，目前就是四位入选。哦，你不要只讲快一点，我很紧张。还有一位，请看 VCR 是谁呢？还有一位，请看 VCR 是谁呢？恭喜嘉乐，林嘉乐。嘉乐算是我们节目的美型男啊，对，他其实呢就是有一种美感在他身上，那很多的粉丝喜欢他那种有一点自然的表演，自然的表现，然后呢这个很有魅力，好，所以呢该不会就是五位入选，好，为什么原因？那位请评审老师讲一下，大军老师，你要找到自己的格局。去做出自己的路，那我觉得现在暂时这个阶段，这个速度可能对来讲太快太紧凑了，所以你有点跟不上大家，所以你要再可能放松一点，让想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风格，然后去做出自己的格局。就是很高兴能站在这个舞台，就是毕竟这个机会不是很容易得到，然后就一路上就家人就给我鼓励跟支持，还有一路上陪伴我走过来的男子汉，还有所有评审老师，还有主持人们，就大家每天这样子，就是都有辛苦到啊，对啊，就是自己可能没有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得很突出，这样，对吧？其实我自己也是个谐星啊，就是对对对，乐观，谢谢大家，谢谢。对啊，乐观前进也是一个方法。有时候这条路走不通了，转个身，另外一条路又通了。转个弯，对啊，上帝帮你关一扇门，一定会再开另外一扇。对，好的，以上是第四组，那接下来欢迎第五组。接下来是第五组，我们看看入选的有。
己呢算是在参加男子汉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出车祸受伤，但还是就没有放弃。而且在萧亚轩那集表现得很好，让大家看到他从出车祸开始之后参加过三场比赛吧？对，都是经典淘汰赛，都看不出来。对，那时候连嘉宾出来都哈哪一个出车祸看不出来，所以演示得很好，而且也那个耐力很好。没错，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位。哦，立明也是我们很感动啊，因为曾经在有一次讲到迟到这个问题，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服装师，对，造型，然后呢很忙的工作的情况之下，他都觉得他都不能迟到，所以我觉得他只迟到一次，后面就再也没迟到过。对，而且他的歌声也非常特别，他演唱许多王力宏经典的歌，王力宏本人还有夸赞他，哎呀，实力坚强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康明顺，对，男子汉里面最皮的男子汉，对对，算是非常有点的，算是男子汉里面风云人物啊。希望接下来可以发挥他更大的一个特色跟幽默。对对对对，还有他自己还知道他很多的弱点要赶快补足，好不好？希望下一次比赛的时候还可以继续努力，对，不可以骄傲啊。好嘞，我们来看下一位，第五组呢，没了没了，只有三位入选。阿比的。我们请大军老师来讲一下。没办法再唱。要淘汰你，我也是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知道你是算比较会跳舞的。那其实大家都一直在进步，有的人不会跳舞到会跳舞。那我觉得，身为一个未来的艺人，有一个东西是你表演的多元性。比方说你的学姐大牙，她今天表演就让大家看到一个从来没看过的她。那但是从以前到现在。你表演的方式会一直停留在一个类似的感觉上面，并没有太大突破，或是看到你另外一个面向，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一个变化够多的那个偶像特质出来，找不到你其他表演的面，所以会可能性就会剧减，所以这个是你要再开发自己不一样层面的一个课题，所以你这边要再多加油一点。我会更努力，然后去寻找自己的缺点。然后我想要谢谢就是最近一直在支持我的家人还有朋友，很谢谢你们一直在看我的表演，谢谢你，谢谢，对，加油加油。接下来我们欢迎第六位上场。第六组获得高分的第六组，谁会被淘汰？接下来第六组，很抱歉啊，让你们久等了。喂，你不要在那边那个好不好？吓人呢、欸！吓谁啊你？恭喜黄俊，你第一位黄俊。哇，黄俊也是相当不错、哦。对，他在我们的那个某一个投票那个。里面票选里面，他的票数很前面的、哦。对，因为他那个外形很亮眼。嗯，对，有那个当男 model 的实力，而且呢，在表演上面也相当的努力。没错，相当不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恭喜何梦圆。哇，梦圆啊，一直以来这个实力都是很均匀的，而且很饱满的，不管在这个歌唱、在跳舞上面，然后还有这个外形，还有自己的表现风格，一直以来都是会受到观众跟评审的注意，对，因为他，我觉得他那个自从表演臀大肌之后，对，臀大肌，不是臀大肌，不是臀大肌，对，我觉得他的这个表现就一直很饱满，这个继续保持好不好？哎，等等，哦，继续保持，加油加油，好的，接下来。请看 VCR。 恭喜一翔，一翔 OK 了。对，虽然某位女人来说她长得不像唐本刚，但是我觉得她有机会比唐本刚更有自己的特色。我真的在我心里面她还是长得像唐本刚、真的，哎，相当不错。好，没错，她在很不错。对，那最后一位，好嘞，接下来第六组就是入选三位，所以以上是我们的二十位，好，就是必须。那哪一位来说一下？小松老师，
每个人这个要离开这舞台，多多少少给点鼓励啊。可是我现在这段话可能是相反的，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环节并不是一个终点站，谁都还不知道谁能够当冠军啊，只是一个阶段。反倒在这个阶段离开的人，我会替你们高兴。为什么？叫脱离苦海，后面的苦日子才是要来到的时候。也就是说，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一个自我认知，在这个阶段，也许你离开了，你就要去思考是在什么部分你表现得不足够，要去反观，去赶快检查。这就是说，给你沉淀的时间，你回去寻找。你欢迎随时下一次再回来挑战。谢老师，我希望，自己会再努力，会再加油，试着重新走这条路。加油加油！这些没能进入二十强的男子汉们，还有最后一次的入选机会，方式是由录影现场的观众们投票，得票数最高的一位即可入选。究竟是谁获得这宝贵的机会？即将开票，紧张时刻又到了，到底会救回谁呢？我们只会救回一位，没错，只有一位。然后呢，全场现场所有的观众都已经把票投进去了，在我们后面，任何人不准靠近这张桌子，更不能动桌上的牌。所以我们现在要唱名，然后登记。哎，你们刚刚那个梗是那个吧？赌神是吧？有看过？赌侠吧？呀，好了好了，有中有中，来吧，来加分加分，来唱票，唱票第一位，三号。哎，这是六号还是九啊？哪有九啊？哦，到脑子六号，六号，六号，二号。在主持人唱票的同时，现场气氛相当紧张，看样子有两位男子汉的票数相当接近。二号，最后一张，二号，最后一张，六号。所以以刚才的速度，我们听到的应该二号跟六号居多。来。那个二号跟六号请出列，顺子，还有万伟，万伟，来告诉大家到底。哦，六号37票，二号49票，可以留下的是顺子。公布淘汰名单的时候，就是张仲顺讲了一些感言，让我真的会想要把票投给他。嗯，那个大牙都已经哭到不行了，大牙。张仲顺，你再不努力，你试试看。哇，这是我们的一集啊，已经呛声了，好不好？对，而且这篇的粉丝都非常的挺你，希望你可以努力。很感谢现场所有的粉丝，然后谢你们，就再给我一次机会。要不要拼了？要大声讲，我要拼了。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每个人也许就是这个感觉了，是他的紧绷了啦。大声讲，我要拼了，也许就是这个感觉。这个台语叫跌浪天啦，丢啦，怎么办？就让他继续留下来奋斗咯，好不好？我们大家给他掌声，加油！加油！ Yeah。被淘汰并不是一个终点站，而是另一个起点的开始。男子汉们，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大步的向前迈进。男子汉们是不会被轻易的打败的。我们有听到评审对我们的评价，是吧？意思是，意思是现在二十强小心点了。为什么？对啊，我们会再回来。对对对，二十强。